在这一边呢，我们有直角三角形 EFG，然后它要我们找 tangent x 减 cos y。OK，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你把它想象成有两个东西，第一个是这一个蓝色的这一个，蓝色的这一个呢，我们这边是这样，OK，然后这一边呢，我有一个 alpha 吧，我的 x 是180减 alpha。所以我们有 AST C，这边是 alpha，这个是180减 alpha，所以只有 sin x 会是 positive，其他的都是 negative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tangent x 呢会是等于 negative tangent alpha，然后我的 alpha 在这一边呢，我这边这一个。这一个我要找它的那个 value 的话呢，我需要开我的计算机一下，OK，so 在这一边我们的这一个345，其实这个是9啊，我的 EF 呢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15的 square 减12的 square，因为这个是长的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就有 square root 15的 square 减12的 square，然后拿到的是9，OK。然后其实我在这一边我拿到它是9，所以这个是9。所以 tangent 的话呢，这个是 hypotenuse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opposite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adjacent，所以它是 over a 减9 per 12，又减3 per 4。好。接着我们的第二个呢，我们把它想象还是同一个三角形，只是这一个三角形呢，我这一个是 E F G，然后90度 Y 在这一边，这个是九、十二、十五，然后它现在有的是 cos Y 啊，我们的 Y 在这一边，这一个是我的 opposite，这一个是我的 hypotenuse。然后这个是我的 adjacent，所以我的 cos y 呢，car a per h，这是9 per 15，然后变成3 per 5，所以我的 tangent x 减 cos y，它变成减3 per 4减3 per 5，所以我们减3 per 4减3 per 5，直接用计算机啊，我就不要去弄得更麻烦的那一种。我这一边我就有减三百四，然后再来减这个三百五，然后我拿到的是减27百二十，所以我这边我拿到的是 negative 27百二十，所以答案是 A negative 27百二十，嗯，对。